勇士队将比赛的先发投手罗昂，在今年赛季的18场的出赛，17场的先发，拿到了6胜，防御率是2.77。那今年他在一军投了104局，这是他来到台湾3年来投球局数最多的一年。这个球打在游击管区当中，游击手接球之后传一垒，一出局。这个球打起来，游击手已经招手啊，确定我来。没有好球，3个坏球，但陈俊秀积极的进攻，打了一个冲天炮，林祖杰稳稳的接，结束了这个半局哦。场上投球的克迪啊，今年13场的出赛都是先发，拿了5胜，防御率是2.76，81又3/3局当中呢，被打了79支的安打，他的出局滚飞比是1.19。哎呦，先来看一下中间方向这个球，游击手没有拦住，这是一支安打，林家伟在这场比赛的第一个打席就击出了安打。这个球在中间方向，中外手向后退去追这个球，不过已经转身脚不停了下来，这个飞球遭到了接杀。2好球2坏球，这个球碰了一下在中间方向，中外手就定位。但这个速球挥棒落空，吉哥遭到了3振，结束了一局下半狮队的进攻，留下了一垒的残垒，并没有办法得到分数。这个打戏现在2好球2坏球。挥棒落空，罗昂投出了3振啊 ，K 掉了许基宏，这是罗昂在这场比赛的第一 K。这个球游击手正面，许哲彦接球之后传一垒，2出局。这一个变化球让曾宗恩挥棒落空，遭到了3振，结束了局上半中兄弟的进攻。这个球带到了中右外野方向，两位外手都追过去，这个飞球追到落地西之安打，现在将控要上2垒。这个球投的比较低啊，形成了4坏保送，这是罗昂这场比赛第一次的4坏球。还是要点这个球点下去，罗昂下球之后转身传3垒 ，out。哇，这个判断哦，现在中兄弟比框框了，平野会一总教练比框框啊。中信兄弟挑战成功，偏低4坏球保送，宋承瑞靠着这个4坏球保送挤回了这场比赛中信兄弟的第一分，也是罗昂在这个半局的第二次4坏球。这个球打成了中间方向的飞球，中外手跑，但是没有追到了，落地四支安打，中信兄弟攻下了这场比赛的第二分了。敲出安打的是岳振华，接下来上场的打者是陈俊秀。打第一个球，右边方向的这个飞球，这个距离有点后退接球，就大概没机会了。对，那形成了一支高飞先打，而且原本在垒上的跑者上3垒，陈俊秀高飞先打攻下了中信兄弟这场比赛的第3分。距离也是够远哦，这个球即便真的有一个非常好的助跑哦，确实回棒落空。罗昂投出了3振啊，这个3振对罗昂对同一师队来讲非常的重要啊，2出局。这个变化球让王一成挥棒落空，遭到了3振啊，结束了这个半局。哇，不过罗昂啊非常生气啊，对着自己骂了一声啊。这个速球打到了右边方向，林家伟追过去啊，落地西之安打。哇，这边拼2垒。哇，这个球传到了后面去啊。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状况哦，宋承瑞这边。宋承瑞现在还坐在地上。
有点卡住的滑垒哦，要侧滑的方式哦，并没有让他的左臀哦，左边的臀部完全去着地的方式哦，那稍微有点卡住的话，包括他的右脚的前脚，还有他的这个膝盖的部分哦，因为侧滑的关系哦，稍微卡住了。变化球挥棒落空，岳振华遭到了三振，捕手用触杀的方式完成了这个三振。四坏球保送，这是罗昂这场比赛第四次的四坏球。这个球带起来在右边方向，这个球中外手跟右外手都跑过来，最后交给谁来接？中外野手接，但这个飞球是有推进的效果。宋承瑞现在上到了三垒，两出局。漂亮啊、哦！这个变化球这回就是真的挥棒落空了。王威成遭到了三振了，罗昂投出了关键的三振，化解了得点圈有人的危机。同时队这边推上来的第二任投手呢是高岩将树。那当时系列赛的第一战，同时队先发投手古林瑞阳因为身体有些状况哦，后背有点紧绷的关系啊，所以临时在同时队这边把高岩将树推上去投了一局。这个球在中间方向承接线就在那里接杀了曾颂恩。这个球送到了中右外野方向，两外外手这回是让给右外手来接。这个球送到了反方向，落地是一支安打，而且球一路滚到全垒打墙边啊！哇，在界外区啊，小黑这边赶快把球传回内野，那这是一支二垒安打。右边方向一垒手、二垒手、右外手都过来，最后交给右外手来接。又是一支安打，林家伟这场比赛的第二支安打。想要先来一个内角的速球压制哦，然后面再走一些外角的变化球去引诱。这也是蛮常见的策略。这个球打穿了，三球间的滚地球出来出去是一支安打。这场比赛同一支队第二位敲出安打的选手。接连的安打出现，现在对狮队这边来说是相当重要哦。四坏保送，四坏保送，克迪这场比赛第二次的四坏球，在这个半局同狮队一出局之后攻占满垒。同狮队在这个半局一出局之后攻占满垒啊！那同狮队这边接下来轮到的打者是第四棒的基哥陈荣基，而在中兄弟这边换上来的投手呢，则是左投手吕彦青啊。球有好球，三坏球。这个球打在二垒方向啊，先传游击，再往一垒送，哇！结果基哥打了双杀打。中兄弟这个牛棚调度得到了效果啊，确实就像小霍讲的，吕彦青上来化解危机，而且靠着滚地球制造了双杀手，被瓦解了同狮队的进攻，让同狮队错过了这个满垒的机会，并没有办法得到分数。想偷点，哇！这个球点在陈忠宇的身上了。看到忠宇有点比较痛的表情哦，出来关切一下，也让他多喘息一下、哦。拿回来，三垒手接球传一垒。这个球打在左外野，小黑追过去，追过去，哇！落地是一支安打。现在岳振华上二垒，应该是有这个想法，但这个球落到后面去啊，落到了旁边去，让原本在垒上的跑者上到了三垒。这一回主审裁判拉掉，陈俊秀遭到了三振，王俊彦投出了关键的三振，两出局。那同时队喊暂停呢，应该是要再换投手，对，决定要更换左投手辛俊生上来面对后面的打者。现在换上来代打同样是左打者是陈子豪。这个球中间方向，陈子豪代打建功提出了安打，三垒上的岳振华回来攻下中兄弟的第四分。外角低球也打得不错、哦，四坏保送，同时队这边要再换投手吴成玉。这个球在左边方向，左外手向后退，哇，正好过去啊，又是全垒打。
就像例行赛两位选手所交手的那个打席的结果是一样的，曾颂恩打了一支三分炮。哇，这是一个平射炮啊。今年曾颂恩在台湾大赛所击出的第二支全垒打，他在系列赛第一战有过一支全垒打，这场比赛又敲了一支三分炮。这个球打在中间方向，落地是一支安打。变化球，三振掉了打者。哇，詹子贤打第一个球，左边方向这个平飞球落地也是一支安打。那现在垒包上的跑者绕过三垒之后被挡住，詹子贤击出了这支二垒安打。这个球被打成了右边方向的安打。那现在中信兄弟一分回来，原本在垒上的跑者詹子贤上到三垒之后被挡下来，岳振华击出了安打，攻下了中信兄弟这场比赛第八分。这个球在右边方向，哇，落地又是一支安打。那现在三垒上的这一分回来，原本在垒上的岳振华现在上到三垒之后过站不停要冲本垒，同时队回传球又出了一点差错。陈俊秀这一棒把垒包上的两位跑者都送回来，10-0。哎呦，中间方向这个球又是安打，今天林家伟猛打赏一座。小黑打第一个球，游击手向后退，两位外手都过来，最后是交给左外手詹子贤来接。这个球在右边方向，安打出现了。现在一垒上的林家伟绕过二垒之后朝三垒推进。陈杰宪连续三场比赛击出了安打，同一时队启用代打，苏志杰上来取代陈庸基。右边方向的滚地球，一垒手拦截住之后自裁垒包。那谢荣豪在今年的例行赛每局被上垒率1.42是偏高的，42场的出赛有8场的中继成功。捞起来，在右边方向，一垒手、二垒手、右外手都过来，交给二垒手来接。二垒手应该已经掌握住了。哎呦，不过胡金龙在这个打席选到了4坏保送。三垒侧的滚地球接球之后，先往二垒传，要再往一垒送，一垒这边 save。这个球进到了好球带，打击的张浩瑞并没有出棒攻击啊，遭到了三振，也结束了今天的这场比赛。那最终中信兄弟10-0打败了统一狮队啊。那目前在今年的台湾大赛当中呢，中信兄弟是有着2胜1败的领先优势。